介绍一下哈。然后其实呢，咱过年年初一到五天，我们拢是算读书一格嘛。因为我咱看到咱过年年咱拢较无讲吼，但是咱的拢拢会会囡仔就较上无课，啊，可能年头一年上啊课啦。所以吼，形成一种很特殊的音乐风格。然后呢，即摆咱一起来曲目叫做《新节音》，伊就是咱头啊讲用半行吹奏的故事吼。它那个锣鼓那么穿插在乐曲的中间哦，形成一种在战争的这个过程，一个很紧张的男女主角对话的感觉哦。那今晚晚上你们希望新怎样？